要去工作的产品叫做米糕。道地的我最爱的云南料理吗？我现在先享受，明天也要去做米糕。工作对啊对啊，这个好香哦。我们早上6点到晚上9点。哇，这么早？这么早？晚餐都这样吃？我们这个节目不是人干的。今天晚上10点，请问今晚住谁家？就在东森超市33频道。